该下班了，我们上早班。他说他累得不得了，他站了应该站六七个小时，那么大的体积，他没有让瘦人进踹。干什么站的？就两天了，卖衣服的，就这么跟他站了。哎，不错。哎，过几天你就要那一下，过几天。对对。嗯。我胖，因为你们店里王菲也胖，可比王菲吧，感觉倒是有点。衣裳没定还得买衣服。那你还能不上班吗？你看老板怎么能要他呢？卖衣服是要形象的。老板瞎眼了，留下来了。你之前就像缘分一样，去那么难，各方面都比他好，不要了，要他了。可能觉得他比较老实正活一点。对对对，反正这样人可没有化妆，就是有点胖了，加上。做饭呀、做菜啊都没有问题，那也不是他的错。对，现在减。还没讲完呢，还在最后呢。23岁，83岁，年龄小。我不脱了，我里面是个白汗衫了，他后来给弄脏了，是上班店里的衣服。你看国航的叔叔，这个店里这个，嗯，好，我忘了，他给你按不好的。哎，不过穿的薄，那个高三两个洗不净，那是上班都穿的。我们以前都穿那个衬衫，现在不让穿这样，就穿 T 恤了。是让俺老婆过来吗？没有。嗯。那天，今天来几天？好久都没来过。他讲一下来的，可能没到过，这两天在忙。今天头不忙了。今天舒服，免费啊，好，心情也不好，现在比我暗呢，我说他们说比他暗可好了，结果也好了，我女儿喜欢那条裤子，我都行。嗯，你叫你家女儿，那天拍下来就好。天天打电话给我了。嗯。叫你回来定晚5:25左右去。是啊。给他妈巾，你日用夜用的带的。哦、嗯，他明天不回来了。嗯。他明天不回来了。5:25，是4:25还是5:25？5:25。